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公拜拜，然后今天买了纸钱跟
静香。静香的话，它里面有这一张大纸钱，还有招财进宝，对，然后这个是我另外买的，然后这个也是拜神的，然后上面这个拜好了没有？糖果要打开，然后这个茶也要打开。你们要讲话了，快点站高了去拿红包哦！要讲话的站高了去对面那边坐，来快点站高了去拿红包，给后面的人进来拜拜。然后他今天是从这边入口进来，然后这里买香跟买你要拜的东西，然后这一个是供桌，这边有一个太岁的柜台，然后今天是牛什么牛羊龙跟狗犯太岁，然后我在这边点蜡烛，蜡烛的话是左边一支，右边一支，这边这样子。然后这一个炉是第一个炉，拜天公炉。好，大哥大姐，拜托拜托啊！恭喜恭喜，好，祝你们大家都今晚发大财，好，身体健康。好，我现在在点蜡烛，蜡烛是左边一支，右边一支。哦，谢谢你们，好，感恩啊，好，谢谢感恩，好，你们出去，外面的人有出去进来，我如果你们站在这里讲话，他们不会进来。来，对的，见到了就进来，好，好，马上来。有很多啊，很多，那见到了就马上来见到，好，不能见到给他拿完了就没有了啊。很疲累，哪里拿来见到了，要不要进来拿红包？还有那个糖果，如果不是呢，人家拿完了就没有了啊。OK， 现在是空气时间的哈，不用你们排队，空气都有，拿完了就没有了。看完动物看你的头啊，好，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呢，这边总共有12纸香炉，然后从第一个天公炉开始插，然后照这张地图从1号到12号这样子拜过去，然后插香呢从玉皇大帝这一边插3支，然后照这个指示这样子每一个炉插几支，它这边都有写，很方便哦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